可能杀萧铁？宋铁军，还我二兵来！师妹，你糊涂啊！我怎么可能杀小铁？小铁是我的亲骨肉。师妹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师妹，师妹，我知道了，江铁山才是杀害小铁的真凶。他早就知道小铁不是他的亲骨肉，所以他设计陷害我，要一石二鸟。江铁山，你好毒啊！师妹，你瞒得我好苦啊！呀！一琛，真是枉你一世英名，没想到啊！一琛啊，一琛，看看你收的三个好徒弟吧！小铁到底是怎么死的？枉你们自称还是药王门的弟子，居然看不出江小铁是被夺魂手逆招致命啊！你们当中任何一个再练半辈子，也不可能使出这么厉害的夺魂手啊！小铁是你杀的？不错，药王门中只有我还能使出真正的夺魂手。你是谁？我是你们的师叔石万琛。听说你们的师父已经见阎王去了，现在我就给你们个机会，跪下来拜我为师，我还能饶你们一命。老家伙，你找死！还我儿命了！先进屋。从长计议。